大家好，我是阿天，今天是2021年11月30日凌晨快一点钟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觉得啊，就是用这个方式去打安娜队呢，有胜率哈，但是不是绝对。那基本上呢，就是你用这个奥罗拉把这个对面的安娜塔西亚关起来，因为安娜塔西亚这一队大部分都是安娜塔西亚攻击力最高，关起来之后呢，我们用海棠哈，看有没有机会消掉这个安娜的这个锁血，然后呢，女王作为第二攻击手，那这个什么许德拉，其实你要换成这个什么卡特琳娜，我觉得也可以哈。那只是我卡特琳娜我好像放到别队去了，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概开场没多久的时候呢，对面的这个最具威胁性的这个安娜就会被放逐掉了。好，有没有不见了？他不见了哈，因为通常大家主练就是主练安娜嘛，所以说这个安娜一定是攻击力最高的。所以他被放逐掉之后呢，其实这一段空窗期呢，我方就会相对安全一点了。然后第二攻击手就是我们的这个女王哈，我们的女王开大招之后，大概就可以清掉一些角色。你看安娜又被放逐掉了哈，那当然这个安娜转还是非常的猛啊哈。那但是就是至少我们可以处于一个可能是3打1啊，或是4打1，或者像现在这个样子5打1。好，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个这个海棠后，然后在那边吹笛子，可能有机会去把那个对面的那个安娜的那个什么防护罩给吹掉。好，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思路啦。那另外呢，今天算是等一下哦，今天应该是算是这个瓦尔哈拉庆贺宴的最后一天，千万不要忘记了。那瓦尔哈拉的这个庆贺宴呢，基本上就是你解完每日任务就可以获得这个抽奖的次数，所以呢，我们来赶快来随便打一下。然后我也是累积了很多。那我有看到那个赖群上面就是好友的分享，就是大家说这次也可以白嫖到这个算是那个造型哦，所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那至于说聊天的这个对话，我就不换了哈，因为这个聊天的什么气泡框啊、表情啊，我平常比较没有在聊天啊，因为那个时间真的是不多。那但是如果说传讯息给我的话，我有看到我还睡回哈，那像是要加入我们工会的话这样子，说着说着不小心过了一关了。好，然后我们先稍等一下我先做一下这个基本的这个每日任务，稍微摸一下哈。稍等一下，然后这个是快速作战哈，我作战5次就好了。好，然后神域之路哈也是随便摸一下，其实你摸一下然后跳出来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还是打一下好了，毕竟这个也过了这么多天，敌人应该又弱化不少了。哇，我记得那个前几天打的时候好像很难打，现在突然又变很好打了。好，落后完之后呢，竞技场也是给他随便摸一下、哦、好，随便摸一下就好了。 OK， 可以跳过战斗，应该差不多了吧哈、哦、我们来看一下，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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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哦啊，还有诶，差不多了吗？精灵花园哦，这个是很重要的资源来源哦，尤其是那个星辰零。好，领完了，然后 OK， 100点的每日任务。好，那我们就开抽吧齁，来开抽吧，看背包，等一下，稍等一下哦，背包 OK， 小东西。好，我们直接来抽哦，目前我有60个啊，也才60个花而已，是不是？好，那我们就直接跳过连抽10次吧，这样子。好，3000钻。哎呀，跳过，不错不错，至少有这个花环齁。好，然后我们再继续抽吧。10个花环。3000钻。3000钻。碎啦，3000钻哦，这，好，超棒的。好，再来。3000钻。哎呀。不错，有花环，而且还2个花环哦。好，再来，花环还蛮多的嘛。跳过了。好，又没有花环。好，继续，最后20抽。哎呀，又没有3000钻。
好，连花环都没有，但是没关系哈，没有的话我们就换的吧。有啊，还是没有 ？OK， 好，那所以说这样子60抽都抽完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宴会，它需要200个花环，那这样子的话我还欠。我还欠160个齁，活动剩余时间来确认一下齁。第七天完成任务不会再获得圣殿之镰。好，所以说你还有两天时间可以换哦，那但是圣殿之镰没有办法再获得了。那我这样子抽完七天之后你可以获得700个这个仆卫香槟哦。那我们来看看应该怎么换吧。这个的话我要换160个嘛。诶，哪一个比较划算啊？这个是20个150，这是10个30个。哎，等一下哦，那应该是这个比较划算吧？看一下哈、哦，不对，30个换10个啊，这个比较划算，这个比较划算，所以我应该要先换这个哈、哦。那这个库存是15个，是150对不对？哦， 150，哇，就差那么一点，我还是换右边这个啊。我们看哦，这个是最划算的哈、哦，这个先换完，但是也不要全部换完哈、哦。好，这个样子，我们来看哈，我目前是180个，那这个库存只剩下一个了，所以我再换的话，我就190，那就没有办法再换了，所以我势必一定要换这个最不划算的哈，这样子，好，所以我现在还剩130，那这样正好200 ，OK， 终于换到了，终于换到了，来，赶快来换一下造型哦，我们的造型，不对，不是这个，造型，哎，在哪边啊？还是直接看我的安娜塔西亚。在这个地方右上方时装哦，时装的话属性会变吗？好像没有哈、哦，哎，哇、哦，正哦，哦这个样子，好，所以说这是新的这个安娜塔西亚的时装，然后剩下130要换什么东西啊？哎，哇，好尴尬、哦，好像什么都不能换哎，至少可以换个星辰吧哈、哦，星辰是永远欠，因为星辰影响到这个升级嘛，好吧，那就没东西换，那只好换星辰啊。OK， 那剩下的就换金币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行者学院，欸，可以升一级。好啦，那影片就到这边吧。那至少还有抽到这个3000钻咯、哦、抽到一次。所以运气还没有到太差啦。那不过呢，就算你一个那个怎么讲，一个花环都没有获得的话，其实刚刚可以看到齁，就算你都没有获得的话，你全部把那个香槟拿来换的话，也是可以换得到安娜的这个造型齁，只是说你想要又换安娜造型，又想要换这个聊天框啊，那些表情气泡的话，可能就要氪金了，因为这现在氪金的话应该是在特惠礼包吗？等一下。应该是在限时商铺吧？啊，这里。你如果说觉得那个，你想要这个聊天框框那些东西的话，你就必须要在这个限时商铺的宴后礼花这个地方去氪金买这个圣殿之镰了。但是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啦。好，那影片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观看，那我是阿天，我们下次见，拜拜。